这时候没有波浪的纹路哦，等它往后退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水里面开始出现波浪的纹路。好，开始出现了，有没有？出现了。好，下后面的浪来了又不见了哈。等一下从前方往后退的时候，会看到波浪的纹路。其实一般来讲，波浪的纹路会随着方向来调整。啊，从没有，水开始，啊，波浪的纹路开始出现了哈。这时候波浪纹路特别明显哦，特别深哦。它其实上是跟水面上的波纹有关系，水面上波纹的干涉，或者是对。现在没有了哈、哦。